姐，姐，这学长了，那我先走了，不说话就当你同意了啊。这门，我操！干什么？不是那个，姐，你家门好像坏了。坏了吗？啊，开不开了？哦，那是坏了吧？啊？那应该是什么叫坏了吧？这咋回事？没电了还是咋的？嗯，就是不好使了吧？应该是。啊。你没喝多，啊？我说你没喝多，你喝多了？不对，不对，来，不对，你没喝多，姐，你没喝多，喝多了，啊？晕，晕，装，你刚才装醉呢是不？晕了，没装，头好疼啊，想吐。老妹儿不能也没喝多吧？他应该是真喝多了，那你就是假喝多了呗。我哦，没有，我真喝多了。你这那叫门坏了也不赖我呀。那叫开锁的呀，你有开锁电话吗？开锁太晚了，现在开锁都下班了，人家也不能来呀。不是，他有那个夜间服务，一般开锁都是24小时，你打电话就能来。晚上开锁贵，没有几个点儿了。嗯，猫吧。嗯。晚上开锁太贵了，要不你再等几个点，白天便宜。我拿呗，姐，我不是谁拿的事儿，你让他多挣那200块钱干啥呀？行，哎呀，这他自己会开门。嗯，那你坐一会儿吧。行，闲着闲着，要不再喝点儿？我不跟你喝了，姐。你太坏了，怪不得我妈说的就是不能轻易相信漂亮女人说的话。我没有啊，没欺骗你。我就是醒酒了，刚才真喝多了。你拉倒吧，你总共前后20分钟。醒了，睡着了。刚才你饿不饿？我给你煮点面吃。你不能给我下药吧？我给你煮面吃。行。吃吧。吃。